Reporter Luo Jiping New Taipei Report， 乐天桃园今晚以54击败富邦泰坦队。乐天投手陈玉勋投出 0.1 局一分未失，打出职业生涯第118次接力成功，追平三哥高健三职业生涯两人并列的中职历史接力成功最多纪录。前六局比赛打完，富邦42领先。第七局，陈冠宇踩板被高国辉击中。请继续阅读。第八局，乐天反击，面对对手的替补赖志远，陈靖被保送，郭彦文和林宏宇相继命中，重新领先。第八局下半，陈宇寻投球被本局一垒打者王振堂击中，王胜伟牺牲了一个短打，护送跑垒员到二垒，这也让陈玉勋接力成功，追平了高健职业生涯的第三个纪录。乐天守护神好竟在第九回合卫冕成功。去年赛季结束后，陈宏文从富邦泰坦队转投乐天桃园队，他换上了乐天球衣，首场对阵老东家。今天他前五局投了92球，其中61球是好球，被六个保险柜击到，有四 K， 四次四死球，丢一分不分胜负，最快球速143公里。